不要把纱窗拆下来的清洗了，这个清洁刷可厉害了，擦纱窗只需擦一面，两面灰尘都能擦掉，擦几下就干净了。背面的刮水器擦玻璃就更轻松了，轻轻一刮，玻璃就干净如新，家里一定要备一个。如果你家的纱窗也发黑发霉，不要再花高价请保洁了，他们用的就是这款多功能清洁刷，不用拆窗，十秒钟就能把纱窗打理得干干净净。它采用绒毛倒钩设计，可以刷到纱窗的每一个角落，只需擦一面，屋里屋外两面都干净。新升级加长手柄，可以打扫到高处的窗户，刷之前记得喷点水，灰尘就不会飘进家里，而且一刷多用，不管是擦镜子、擦玻璃，还是宠物掉落的毛发，床上、沙发上的头发、毛絮，就连衣服裤子上起的球，全部都能刷得干干净净。自从有了它，做家务就像散步一样轻松，老公都爱搞卫生多了。关键现在厂家直销做活动，买一个送一个，全国包邮，送货上门，收到货不喜欢不满意，我们全额退款，不收您一分钱。喜欢的家人赶紧入手试试吧。家里的纱窗用了10年，从来没见落过灰，以为是老婆清理的勤快，但是也没见她拆下来过呀。后来才知道，老婆每周都会用这个纱窗刷清理纱窗上的灰尘，只不过真的不用拆卸，绒毛倒钩设计，只需要刷一面，两面就都干净了。而且注意了，灰尘它是往外飘的，如果你还不放心，那就再喷点水，效果它更好。不管是油渍、灰尘还是柳絮，都能轻松去除。加长手柄干活不累，你还可以用它擦玻璃、刮沙发上宠物的毛发，别提多好用了。今日厂家买一送一，包邮送货上门，一个擦纱窗玻璃，一个擦床和沙发，方不方便您试试就知道。不好用，不要您一分钱。别再花大价钱请保洁来擦窗户了，价格贵不说，还浪费时间。来看一下我们家新上的这款纱窗刷，用它刷纱窗贼干净。你看，就像我这样把纱窗刷几下，它是一个两面都干净的效果，看到没有？不光纱窗是可以刷的，而且背面能用来刷玻璃。你看这玻璃啊，往这一刷，看到没有？你看多干净，对吧？而且你今天下单的话，我给你包邮到家。那我再给你一个承诺，对吧？你收到货之后不满意，我直接给你退款。我们做的是口碑，我们做的是产品，想要的抓紧时间购买。